然后这是香香的囊，几个糠逐渐烂了。这汉前两天给俺带的东西，带的这个是和汁儿的那个椰子，这个是吃那个椰肉的椰子。我说这俩长得咋不一样？然后这是带来有芒果，然后这个是这叫啥？龙眼儿。龙眼还是桂圆儿？到底？龙眼儿，龙眼不一样吗？橄榄它都叫桂圆儿了。嗯，好吃。是吧？哎呀，好甜呐、啊！果然啥东西是啥地儿的。这菠萝，这小菠萝，咱俩平常买的都是那种真大的菠萝，这一点你看，嗯，跟我手心一样大。看它这个，我跟你说，这种菠萝跟咱这儿没人要。咱这儿好大吧？对，咱这儿要那种大的、胖的。对中。这个肯定甜，都黄完了。恁家菠萝不是黄的呀？有绿的，绿的。估计都不用泡盐水。你尝呀，你先尝我。哇天，应该不会。哎呦我流口水了，三万啊！不算不算，你我俩第一次见面，我也今天我跟你说，你不要为了拍视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甜。到底酸嘴里流酸水，真甜真甜。让我尝一口啊，尝尝看我明珠到底说的。真的可甜，比你的好吃。是吧？不一样味吗？不一样啊。不是吃甜么了？嗯，俺现在菠萝也吃完了，选一个猪肉卷，你想吃哪个？我给你开一碗，开一碗。不是你那筷子呢？倒了，我估计这仨眼里估计有一个眼通住它的那个内部。你确定？嗯，这是椰子水儿，这是喝水的。嗯嗯，这个还一个，它俩是品种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我听还说那是毛椰。嗯，那个是球椰。你真正经的瞎说。毛椰是真的。它长出野包了，估计里头有野包。哎呦，终于吃出野包了！我天天看人家吃，包就是里头的水形成了一块那种硬疙瘩的那种肉，可脆，就跟咱吃白肉了。给你弄开这个吧，看你说的。哎呀，这咋弄？这里有水啊？都有水吧？那估计搁这眼一白都光喝水了，是不是？你想啥了？我在网上人家开的可简单了，别哎，真开了，倒不出来，算了，我把给倒出来的，估计不一样椰子，冰冰冰那个，冰，哦进去了那个，完全没有。我都不想喝了，看咱弄的。哎呀呀，听我听我听我，黑着这样。咋了咋了，重新弄。王明尝尝。我去，咋还有这？发黄了也是。这些呀、啊？哇塞！真多。真多。好吧，猪肉姐。我不想喝，谁让你喝？你不是好想喝吗？有点像甘蔗汁儿那种感觉。我也说不出来啥感觉，你吹上了，他吹到你这儿来。你这样我形容不出来那个味儿。不难喝，甜甜的。嗯，你确定？嗯。像那种甘蔗，就是没有长熟的甘蔗。对，甘蔗水。你尝不出味儿，再猛一口。真是这样，你看，猛一口。啥味儿？我不想喝了。那、啊、你喝不惯椰子？嗯。叫你喝出来糖的感觉呗。啊，还给我留点，你就那么好，不想喝。你这么留给我舌尖，你。哦，是这个啊？嗯，
但是被我弄了个脏。洗衣不得吗？洗衣不得了吗？但不如接先咬一口。我先喂你好。你咋喂的好了？嗯，你好。你胖了，嗯，好吃吗？我看你忘了都吃的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为啥不让尝一下这个哇？像录像啊。第一次见这玩意儿。我也是，谁天上？哎呀，咱我吃不惯那个真正的。我怕咱仨吃中毒了。咋个女人也吃了那种？不一样，很惨。你咋了？咋了？是吧？我也不知道。这管吃不惯的。都跟那免评网上去了，你尝尝。给你传吧，给。咱分享嘛。管吃不管的。对于你来说都管吃。这不是椰肉吗？好像不像啊。椰肉不是这样。你吃过椰肉吗？可真让人。俺也不可能咬不动吧。